亲爱说，你终于来了。可心多久了？食车有十年了，顶回见面是为了我的事情。别对我讲，你这次来也是为了我。却不见再度出现，风也再度吹动。不是为了因，你会愿意就为了见我而见我吗？你找过我吗？你讲呢？何必自欺欺人？我想见你，却也不然。虽然你无见过我，但是我却常常见到你。每次啊，我总是做着相同的梦，梦中总会回到咱在苗疆的那一年。对自己使用错梦术，也是沉沦的开始。我是沉沦在梦中的人吗？我想问你，是否月消息？无，真无。你知影，我袂骗你，我相信你。如果你真要找到我，你要回到伊的身边吗？伊需要我在伊身边吗？但是，花真需要雪的陪伴。如果就咱得到幸福，那就太不公平了。无人得到幸福，就是公平吗？但是咱两人也无可能会有幸福。替我找孙月吧。好，月呀月，你怎能救我不找你？你怎能救我不找你？哈哈哈哈哈哈！